20日，郭晶晶开播首日就晒照为丈夫霍启刚庆祝父亲节。她写道：孩子们和爸爸一起很开心，孩子们眼中最好的老爸，我眼里最好的你。照片中，霍启刚抱着女儿长静，一旁的郭晶晶与霍爸以及两个儿女只管摆好 pose。孩子们还为爸爸准备了小蛋糕和卡片，最后卡片的样子出来了，像一本书一样打开。霍启刚牵着三个孩子的手，然后旁边还配了一个送给父亲的蛋糕。镜头之中，孩子们的爷爷霍震霆罕见露面，虽然是一家人都戴着口罩，但难得爷爷也一起同框出镜。更难得的就是儿媳妇站在公公的旁边，霍启刚抱着小女儿，一家人合体拍下幸福的合影。